家好，我走上古海，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广东新沂北界甘棠这边的一个风水宝地，这个叫琴蛇出洞，也是王氏的一个祖坟。今天带大家来这里看看这里的风水和地理环境，好，大家跟着我们镜头一起欣赏。这个是七月份拍的一个视频，是皇家的一个风水宝地，今天发上来让大家去欣赏一下。首先我们再看这个门户，我们在门户上面往左边看一下，再看一下右边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风水宝地的外形，它们左右的护月煞。我们推到外面去看一看这个风水宝地的整体外形。这个风水宝地是坐船向顺兼嗨字，分堂的天板上面放纯水。我们继续推到外面去看一下，我们在外面往白虎这边看一下，再看一下青龙，我们再退度远一些，重新再看一下这个白虎。再看一下青龙。我们飞回去看看这个水星怎么来龙。因为这个风水宝地是早年的，现在的话给现代化已经改变了，后面已经修建了一条公路。我们在后面飞个水星到前面去看一下，这就是这个风水宝地的基本情况。今天视频分享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关注下左上角。